有山有海的地方，好好的旅游一下。哎，这底都一片啊，这里底都一片。有球场，媒体接待，甚至还有很多专家表示，都在那个好地方，所以大家都来去。啊，咱的海滩虽然即摆海风较冷，不过咱的风景看海就是啊，啊，当个一碗饭的价格，啊，咱芙蓉饭店嘛，有办，所以其实东北角是一个好玩的地方，也是好地方。所以今天在推广包山包海的过程当中，希望有美食，有我们的美景，大家一起到幸福的是东北角的。啊，这尤其我们的凤瑶包的产量不会很多，大概每年大概只有30万斤左右，这量无真大，台湾的多啊。啊，尤其不管是烤的、烧的，或是炒菜的，甚至清蒸的，都非常棒，非常好吃。前上个月我才去吃的，非常好吃。吃了那天中午都没吃饭，就只吃鲍鱼。所以谢谢我们的凤瑶包，栽种的品质这么好，比咱全台湾想吃，所以大家爱来吃，爱来看的。我们的凤瑶包那是全世界，我国家都在来爱吃，让推销到全世界去。所以大家一起努力，让我们凤瑶包扬名四海。所以今天特别选择在新北市最热闹的地区，来给各位报告我们的凤瑶包，真的很棒。谢谢大家哈，大家爱吃凤瑶包，绝对是最佳的美食产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